手，一起郊游，舍不得挥挥手。你是我的梦，像北方的风。我们有机会在现场听到这首歌，哎。耶！听到这首歌，哎，怎么样？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把人吃了，沈月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所以太好笑了，再往上一点点。王一轩，手放下，手放下。这时候，如果我唱一首《风雨的洗礼》，阁下又该如何面对？这是飞翔的感觉。一种亲近，是飞翔的感觉。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。张小文，好看好看好看，太不同了，嘿，急走。他要吐你了，他要吐你了。他的嘴上挂的是口水丝吗？对。干杯！好，沈月已经录完走了，现在该我录了，该我录了。啊，怎么这么矮呀？怎么这么矮呀？怎么这么矮呀？哥，现在你那个慢慢的转身。我们正在拍海报宣传片。好了。在录了。大家早上好。早上还没开嗓子。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我们要迎来好几位客人。哦对，忘记说了，今天不是我的 vlog。 没有想到我的 vlog 有一天能做大做强到这种地步。今天还是会欢迎我们的几个老朋友，然后一会儿我们来等他们下来吃，一会儿我们来等他们一起过来吃早饭。是哪些老朋友呢？噔噔，就是我身后这些。
Hey.拜拜。